弥勒救苦灯经，佛说佛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悔经，念佛极乐灵山地，莲花印记可相识，六在中无三心地，大智行树川王佛心，于今所有化性佛，但大时至天成边，云内见他母鸡破，天下心贵不安宁，今在人间中华六，九年性高归小天，莲花落入垂永前，九月天华在波东，南北两极天中去，本为波折在中央，马路降下红天角，无影三千对河童，银河要价归家去，西流方来弥勒经，永心慈念不来救，得得金莲地上仙，悉地飞来解阳树，永得根本化真经，威力尽心常持念，三灾大难不来侵，要用金箔金力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谁人不说话，劳酸逸马练无心，劳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至，魔方变现下天宫，各方天王来对抗，道士灵童查得清，三观大帝主备主，下坠三途救众生，救后天尊来救世，清净如佛不离身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念三世六根教，五遍云观金水根，五种弥勒金大道，各有相得的安宁，北方真物为众帅，勤练弘法天天空，设地者宜家里外，决定勤罗一颗心，为正八方为最秀，率天如何化大病，化九方人相得入，归功落地化为尘，四海灵王来主道，各家相遇聚天空，十方天君何不看，都有弥勒聚天空，弘扬六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往千里降下生，守护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大悟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思念一遍便通达，持念六遍必超生，持念三遍绝对不怕，亡灵邪魔化为尘，修持戒律内修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印，南无天王太祖阿弥陀佛。在后三后四后五后六后七后八后九后十后十后，好，那我们就从第一哈，看你愿将十功德回向给谁，或者是要给自己也可以。
好了，来，我们后面把它念完啊。来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台遍见持尊容，积德不退无上道，再随菩萨下阎浮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诵经就到这边结束哈，我们先收起来一下。好，安尼即卖时间到这哈，我准备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，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哈。来，早上啊，在爱刚出信息讲的内容，让大家比较有印象深刻，分享一下。这几样分享一下，来，有要分享的吗？啊，无好想要用点的啦哦，你俩手啊，无要用点的哦。有就爱念着有讲的吼，啊讲侪讲少不要紧，好，我们有时候要有一些回馈，啊，感觉讲你今仔来遮有听到对一段，对你来讲也蛮有帮助的，吼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我们就点名咯，好，来，来，点你，哎呀，再点你，讲一下早上的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刚有什么想点？简单讲讲没关系。没卖啊，没卖啊。没有。好啊。就是人生的生活化，他把就是在生活中，他把道融入进来。那你觉得你回去给自己期许？